Hello， Hello， 我也呼 ，Hello， 机器不加 ，Hello， 与你同在 ，Hello， 天天 ，Hello， 陈恩 ，Hello， 北原双推 ，Hello，Hello， 晚上好 ，Hello， 一凯 ，Hello， 汤姆 ，Hello，Hello， 晚上好啊，晚上好 ，S H E N G，Hello，Hello。哇，谢谢萌的真情告白。这是谁啊？守护系冒险者男友米系，这什么名字太长了吧？这个很有梗哦。Hello Hello， 今天不辛苦啊，很好玩呢。对啊 ，Hello， 谢谢与你同在送的捕梦王，谢谢一凯送的为你守候。Hello 齐俊 ，Hello 志伟，谢谢志伟送的荧光棒。Hello， 佛系观众安安，铅笔安安，谢谢萌。Hello，Hello，Hello， 公大。Hello，Hello， 晚上好，海里的鱼晚上好，谢谢萌的枫叶。Hello， 慧香安安。Hello， 晚上好 ，QOO 果汁。Hello， 你昨天有来？嗨嗨，小小汤嗨嗨 ，Martin 嗨嗨，耳环晚上好啊，小布丁安安。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喵要被我领养吗？叫你妮西诺。哦，妮西诺就是你呀、啊。你好啊，店晚上好。赶场啊，今天的你就有开哦。谢谢萌的爱的抱抱。哎呀，嗨。Hello， 七七今天用肉肉推销我买狗的钱包啊！你就是你哦，博婷。嗨，公子 ，Hello， 君宇安安 ，Hello，Hello。今天背景不同，对啊，因为不是在宿舍。刚刚看哦，刷太快了，整理一下我的美照好，你要帮我修图哦，要加一点美颜，然后还有一些日系的滤镜。对，地方不一样，还有点回音的感觉。Hello， 燕头 ，Hello， 宝岛粉，晚上好啊，龙骑士。今天耳机帽提请假哦，他们出去玩了吗？耳机奖今天有来，谢谢萌的野鸡夜帐中，还有大声说爱你。对啊，今天不一样，今天在不一样的地方。刚刚有看小盒子，还没看。谢谢，爱你哟、哦！我有看到很多人 take， 有回音，对啊，我今天是回音姐。晚上好啊，俊宇 ，Hello， 勇往直前。晚上好，阿志，晚上好。今天不是在宿舍，对 ，Hello， 发呆客，今天很漂亮，真的吗？没有让你们觉得失望之类的，就那就好。Hello， 不入流。Hello， 塔瓦哥，今天开多久？一个半这样子，可以打一下后面的鼓，太远了。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近啊，其实很远。哦，对。Hello， 模仿我，老张，我自己的名字。谢谢为你守候送的为你守候。晚上好啊，玉天心。都没去找小天宝跟皮皮，好难过。我今天做了超多的事，我今天每个地方都待了，天哪！那个幼犬区看一下，然后那个成犬区看一下，然后又去那个义卖的地方，然后又去做宣导，超忙的。谢谢泰宇分享，谢谢 Max Wu 分享直播间 ，Hello， 亚中车神说图，萌说不准，不要理他，我说的算，帮我修图。不要理他，帮我修图就对了。推销功力很恐怖，真的吗？不错吧 ？Hello 北极星 ，Hello 国修，加粉丝滤镜不够，谢谢不留的为你守候，就是要帮我加那个滤镜修图。谢谢德全的真情告白，谢谢 Hello 旅冠，谢谢你的阳光，国树安安，只好把萌推去给你处理，照片传小盒子，好哦。
对啊，我发传单，谢谢旅馆的阳光，谢谢阿爸的樱花 ，Hello 阿爸，安安啊，晚上好啊，手环晚上好，谢谢手环分享 ，Hello 耳环，不辛苦啊，蛮好玩的，我还蛮喜欢这种活动的。对啊，我跟肉肉跑全场，谢谢龙骑士的真情告白。谢谢北极星分享 ，Hello 安宅，谢谢你的枫叶，萌你那什么脸呢、啊？不要修自然美啊，修一下啦，修一下，修一下，这一定要修的好不好？弄一下，弄一下，眼睛要修，对对，要跟珍珠美人鱼的概念一样，眼睛超大，变蛇精女一样。谢谢齐君的为你守候。羡慕狗狗，羡慕什么 ？Hello Kuni， 狗零食要明天才能给狗吃，为什么？因为太晚了吗？他们也是不能吃宵夜的概念吗？今天超害羞的，对啊。哎，你我也很害羞，好不好？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害羞。Hello 宝岛粉，安安，对啊，那是爵士鼓，可是我不会打鼓。整场活动都跟小田宝他们玩，很好吗？愿意陪他们玩，谢谢与你同在送的枫叶，不用修，真的超美。你们很会讲话哎，今天累吗？不会，不会累。Hello Andy， 晚上好啊。你给87分是吗？好啊，谢谢。变独角兽，我会变成异手龙。变恐龙的模式，红明安安乱打也行不行啊？谢谢嘉阳的 love you， hello 中和黄飞鸿，狗狗也害羞，可以学一下 Mina 说话，我怎么那么喜欢我学 Mina 说话？可是 Mina 也开播啦，你直接就听 Mina 讲话就好。不好意思，耳机奖来了，谢谢耳机奖的黑白方格旗。七七腿小超怕，会吗？红米安安，你的外套看起来很热，还好哎，因为我其实有点怕冷，所以我觉得刚刚好。我家老人规定8点不准吃零食，太难了吧？志祥 ，Hello。谢谢小发家的掌声鼓励，谢谢耳机讲的那个黑白格方黑白方格旗、啊，这名字太难了。Hello Hello Hello Yo， Hello Hello， 真的很美，感觉我没有比较白，放心了，傻眼。Love 安安，看琪琪的后，但后来没去找琪琪，都在陪。四位小女生，那我嘞，那我嘞 ，Hello 项链 ，Hello Hello， 我还在滑那个，晚上好啊，柔君，狗狗今天很热情，也被舔，对啊，谢谢 Martin 的澎湃灯，我头发直接被吃哎、欸，一直吃吃吃 ，Mina 是谁 ？Mina 是那个、啊、潘之怡啊，突然叫她潘之怡，好不习惯。之怡，之怡又是谁？好难哦 ，Yuki 安安，公司吗？嗯，今天大家都有去，我超想去的。没关系啦，看照片也行。所以萌大要顶着被气气的，哎，要修一下图啦，拜托拜托，修一下图，然后做新的应援扇，肉肉的应援扇我觉得很漂亮呢，是不是也要做新的？你们那么多人的音域都和 Mina 的。医院宽音域我看不太懂。Mina 是专门抓滴滴层面，他现在也有开耶，一样吗 ？Mina 的音域比较高一点，所以他滴不下去，可是我们滴得下去。对，我绿色外套今天不该穿的，热死了，那件可以抵三件，可是早晚温差大啊，你可以就是对，早上的时候不要穿。汪大，你自己修好 ，po 自己的 IG， 某你修一下就好了嘛。晚上好啊，艾瑞克。对啊，今天不是在宿舍。
Hello， 高桥城，晚上好啦，卡木伊，等着被我领养，施压器。哎、欸，我都没有，我帮、欸、忙就是公益活动啊，就是出一份心。那时候饼干你们都买到爆，为什么这个就不能买到爆呢？对不对？整摊买啊！只听过潘之晴，怎么回事 ？Hello Ben， 耳机讲给我看，今天你的照片真的很可爱，真的吗？今天只能在高啊，被划走了，划走了，在哪里？我看到一半。Hello 信伟啊，被划走了哦，这边，今天只能高雄摆摊，没关系，还会有机会见面。Hello 草莓酱。没关系，还会有很多机会啊！哟，喜安安、大橘安安，我跟雨晴很有缘呢，有缘呢。七七，我两个直属学妹，一个叫雨晴，一个叫雨晴。谢谢龙骑士的真情告白，猜几啊米啊？Hello， 就七七是属于低的还是高的？低的吧。谢谢 Ben 的蓝色应援棒 ，Hello 豆芽，今天四个粉丝在高雄。看你们的活动怎么看 ？Hello， 宇豪，恶势力来了，说我吗？啊，马吉德斯干，晚上好啊。Hello， 今天教主没办法乱入，对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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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IG 是要给全世界看的，所以要修，修一下啦，不要这样，修一下，修一下。整摊买怕爆，不错不错，至少忘记带钱包出门，想掏钱但没办法，那只好压你的手机了。今天是认真的七七超赞的，我每次都很认真，好不好？对啊，我好快的留言哦。今天七七很漂亮，真的吗？谢谢。啊，拉巴瑞滑走了。谢谢老红的追踪。Hello， 藤原文泰。谢谢 Ben 的蓝色应援棒。是要买到给谁玩？那你可以小额捐款嘛。Hello 金佑，对啊，因为我的工作是属于比较宣导的部分，所以我工作就是比较忙。Hello 卡丘，谢谢志伟的黑白方格旗。下次握手会去找主人。好啊，谢谢嘉宏的星之冠。今天活动辛苦，不会不会啊，谢谢你们来这边看。国叔有开直播哦，对啊对啊，他有开直播，我有跟他讲，不，我跟他讲，他有跟我讲，然后我有跟直播的朋友讲说要关注，对，对，来去找阿潘好哦，嘴巴太会说了有吗？我应该去当业务哎，是不是 ？Hello K Wong， 泡泡我领，谢谢你的枫叶，为了帮成员拍美照，特别买了单眼，单眼很贵吧？原来就是看他的那个，所以高雄的朋友才看得到啊，真是贴心。谢谢志伟的阳光，谢谢国叔的枫叶，谢谢光大的猪猪你哦，很可爱。谢谢妈几点十嘎的枫叶。七七在公司吗？嗯，晚上好啊。突然看着名牌念，你有带名牌就是要给人家认的，不是吗 ？Hello 土地公 ，Hello 小叮当。正气，谢谢你的枫叶。Hello Hello， 以后会不会有十几个 Mina 上节目？可能哦。谢谢龙骑士的真情告白。Hello 棉被。今天真的很气质，为什么？应该去当主持人。诗雅，诗雅比较适合我，有时候没办法接到大家的那个，我还在练习。看一下，哦，跑太快了。Mina 在隔壁哦，去找他，去卖保险，业绩满满。不行 ，K 梦，谢谢你的枫叶，谢谢金佑的掌声鼓励，谢谢 Magi Desga 的枫叶。Hello Hello， 看一下，为了帮我拍照买单眼值得，太贵了吧？没关系，单眼这东西可以用很久，不要摔到就好。谢谢公子的 Kiss 啾啾。谢谢正气的枫叶。当业务为了看你要花钱买东西，虽然现在也是，也差不多。谢谢项链的，看好你哟。除了输赢的时候，对啊，
有时候玩游戏就是要认真，好不好？就要认真玩，不能输啊！我一周没有赢过，就只有偶像，我爱偶像那一次，我才赢，其他都没有赢过，气死我了！哎，我今天散会之后被人当成 Zip 叫，为什么？谢谢 CQ and K 送的枫叶 ，Hello Google。为什么没带名牌没被 还被抓？因为你很显眼耶，其实当业务一定买到破产，存点钱还记得吃饭。对，今天背景不一样。Hello 燕婷，今天看到我很开心，谢谢。对，我记得怎么念是正气，我一直想成是生气的气，我就会记得了。Hello 阿贵。大家也可以去我的 IG YU7.714 去追踪哦，拜托拜托啊，快要可以破万了，还差800多，对，800多，对，谢谢树不逃送的为你守候，快点让我破万吧，拜托 ，Hello Andy， 我谢谢树不逃送我三个为你守候，谢谢田中豆粒王的玫瑰，没有去找七七，没办法让七七认我，你们。Hello， 爸爸，你们都要带名牌，这样我才能亲切的叫你们名字，对吧？对吧？当叶问一哥打六个还是输，对啊，没办法，谁叫 Mina 跑不快呢？抢 Mina， 抢 Mina。Hello， 豆腐哥，只要临危不乱。临危不惧，保证游戏可以赢的。我很努力耶，我用生命在玩游戏呢。迟早的事，你说破万？谢谢艾瑞克的阳光，还差824。对啊 ，Hello 玉成 ，Mina 在开直播，你怎么来了？小心我告诉他哦。破万的祭品，还没想到，我们再讨论一下。Hello 大帅哥，谢谢你的玫瑰。Hello， 素不应妹，谢谢小叮当的阳光。可能是 Mina 只会跑滚轮，应该是 Mina 是长跑型的，然后她不是爆发力型的，所以 Mina 只能拿来长跑。哦，对啊，哒哒哒哒哒哒。你是大师哥，不是大帅哥哦。是诗歌，不好意思，看错，我没有看到整句。谢谢你的玫瑰，你不用带名牌啊，因为你的那个外套太显眼了。下次，好，龙骑士要记得哦。谢谢龙骑士的星之冠，带名牌那感觉好像去联谊，也不错啊，勇往直前。谢谢喵的眼睛夜藏众。Hello 小胖哥，谢谢你的追踪哦，大家也可以追踪我的 Long Life， 我每周都会播三次。虽然阿贝桑是你的主啊，我就划走了，我还没看完。昨天可是必须说阿贝桑真的很不会玩游戏啊。对，对啊，对，跟 Mina 在同一个地方。破万祭品，今天来讨论好了，没有那么快啦，应该还要再一个月，我觉得。欢迎燕婷回来，破万双不要双马尾，不行，我不能双马尾，不行，真的业障重了。小公主说带名牌，街上都知道，你们就活动的时候带名牌啊，就是回家的时候把它拔掉吧。但感觉没有用到，你的胡子很显眼。欢迎优喜回来，耳机讲说谢谢七七帮他拿背带，他有买东西。耳机讲有啊有，他有来，他有举他的那个牌子。谢谢 Andy 的玫瑰 ，Hello Hello， 名牌还在设计，你们可以统一耶，也不错啊，直接穿球衣。感觉也很不错。握手会就赶快做名牌，好，要记得哦。下次我到台北再看琪琪，好哦。我们不定时会有活动，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 follow 二单去找琪琪好了，好啊。谢谢树冰妹的阳光，所以一定要
来找我，这些七七七的我不会，这是我的使命。他是你的最贵，对他们，他们说你的很贵，是多贵啊？会不会贵到我就是握紧拳头？我说他们很奇花。Hello， 谢谢不物流的看好你哟。Hello， 谢谢你的玫瑰，双马尾不要啦，双马尾不行啊，不行不行。阿贝桑是全分队里无胜，真的还没有赢过。阿贝桑是真的还没有赢过。带名牌羞耻不累？不会啦，原来每次输都要踩健康步道。对啊，不是上次跟你讲上次的那个明星键盘手，那真的很痛。谢谢卡木鱼的澎湃灯，那个真的很痛。今天狗狗一直在打架，他们在玩呢、啊。谢谢苏比妹夸奖。公道价8万1，8万1是什么？太贵了吧 ？Hello。一方，谢谢。Hello A A B A B C C， 我念错吗？被认真就不用带名牌，还是带一下啦。下次握手会什么时候？我们也还不知道。谢谢雨过天晴 ，Love you。要等官方公布，那我们现在也还不知道呢。Hello 七，买爆七七握手会一定好啊！先去买爆我的生血针，看看我这次可不可以第一名，应该很难。品涵太强了 ，Hello 红美，谢谢你的阳光，一定握到爆，我们可以很就是握到尴尬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三战两胜的那个就是比腕力。谢谢卡木伊的铜拍灯，公道价8万1，但是我们被下碰谢谢 Pokenaka 的为你守候吗？应该是，有点滑太快了，我没有看到。摄影班装备才贵，可是摄影的装备以后还用得到啊。我的衣服说不定哪天转推了怎么办？你总不能把刺绣拆下来吧？可是好像也可以，改一下就好了。8万1太贵了啦！狗狗打架赢得才获取我芳心，不要打架，太可爱了，我受不了。对啊，没有这么快啦。是到底多贵啊？有买哦，谢谢你。Hello， 日升 ，Long time no see。今天活动没看到琪琪跟若静圈跟狗狗玩，有点可惜。不会啊，因为我们在忙着宣导啦，所以其实没关系。我们也是有跟小狗玩啊，超可爱的。有一只黑狗一直在外面，它叫小朋友，它一直拿屁股撞我。我一直站不稳，你知道吗？一直站不稳。Hello， 妮妮，比婉丽应该会被工作人员架走。不会啊，我说我要比婉丽，他们怎么可以架走？我就说我想玩啊，又没说握手会不能比婉丽，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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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上次没去到，没关系啊。谢谢黑哥分享。确实目前品涵指定队，对啊，品涵太强了，我有点打不过他，又吃不胖，哎，嫉妒死了。Hello QK 男子，如果比婉丽输给你不就很丢脸？不会啊，谢谢志伟的枫叶。就我就说，说不定你们是让我啊，对不对？你们真的不会很认真跟我比腕力吧？我不知道我现在第几，很难讲，可能3或4吧。踩上瘾，你说健康步道吗？他应该不想踩上瘾，痛死了，还那边跳那个樱花瓣，哎、欸，真的很痛，那个真的很痛，不夸张，真的痛。Hello， 爸爸，欢迎你回来。其实七七反应异常平静，什么意思 ？Hello， 小燕子。哦，8万1是评委的梗啊！你说，那你在大声什么也是他的梗吗？我现在有点不知道哎，太多太多了。谢谢博婷分享直播间，谢谢志伟分享直播间。小朋友好像是老狗了，没有，他没有很老哎，我家狗比较老，我家狗13岁了。没有，有另外一只白色那一只是小雪，小雪年纪比较大，小雪7岁了。
一起巴巴的蜂蜜柠檬水。我炮哥表示转推，你要推谁？七七第二，耶！可以让我第一吗？超贪心，一直想第一啊，好想第一哦！准备的时候一直在旁边等，下次比碗力好啊，怕谁怕你啊？脆皮，谢谢你的阳光，谢谢志伟的枫叶 ，Hello 一成，比碗力会用断手，你们就不要那么认真啊，奇怪。七七今天用肉肉要我买狗狗啊，可恶！你说那个钱包吗？我应该认真输。谢谢昆尼送的为你守候。哎，今天滑太快了，我刚刚不玩。零一第三多指定。八八，你说我最爱七七的，真的吗？感觉你骗我。跳！哎，我之前有一个活动，就是有跳勇往直前。哦，痛到不知道怎么讲。谢谢 N E N G 的阳光 ，Peter 安安，听到八万一很平静。陆克，谢谢为你守候。我觉得他八万一是假的，哪有这么贵？送礼物就跑？咦，假推假推。Hello 伟帅 ，Hello 德明，我也蛮老的，22岁，没关系，有你有我不孤单。Hello N D D， 哎，以后叫你 N D D 好，就不会变 Andy。谢谢志伟的荧光棒。Hello Hello， 刚进来的朋友排第七不好吗？不用，我想要有一次可以第一名，一次啊，一次一次。比握力呢？握力，哎，我没有比过握力，握力要怎么比？谢谢塔瓦哥的捕梦网，握力怎么比啊？我只会玩拇指决斗。萌说啊，终身契约转推就勾带，你们看好这个截图啊，截图啊，转推就拿这个威胁他，让他去祝福人坟墓。我记得那个子环有传给我一个图，就是萌要睡的地方。Hello EP， 谢谢陆克的为你守候，守候。奥斯卡安安 ，Hello。NENG Hello Hello 你好啊，决定加推七七了耶、yeah, 太棒了，欢迎加推我，谢谢阿巴的玫瑰，谢谢志伟的看好你哦，抓包什么进公司的白光让七七感觉很好看，没有这个刚好有一个那个补光灯，可是问题是因为我宿舍的房间是黄光比较多，我也没办法什么人把灯泡全部拆下来，所以就只能努力平手才能多握一点，拜托让我第一名，我也是现场这么近靠近琪琪，不知道要不要加推，当然加推啊，不推吗？22岁说老是怎样，不是我说的，是 有另外一个人说的，然后我只是说有你有我不孤单。嗯，不是我。结果一进来就先注意到滴滴 ,NDD 啊 ,NDD,NDD,NDD, 这样好吧，我不太会发音那个音。谢谢嘉宏的黑白格旗帜。有一个仪器可以测握力，所以你要带仪器过来跟我比吗？不是吧？那我是不是买太多了？我要拿出扑克牌这样，先桌游一下。萌有人说要帮你献花，哎，谢谢脆皮的追踪，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到我的 IG YU7.74去追踪，也可以追踪我 Long Life 的直播平台。然后我是 AKB48TP 的刘雨晴，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 Facebook 留意我们最新的第一手资讯。我们会有以后会有不同的活动，也会出新的单曲。那我们去年的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已经发行了我们第一张单曲《勇往直前》跟《樱花瓣》，在 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 MV， 所以请大家多多分享支持。我们3月的植树节生写真已经开始预购喽，拜托一定要买我的份。4张就会有侧拍，7张就可以抽那个纸笔，所以拜托拜托拜托大家多买买。谢谢 NDD 送的枫叶。一生为推七七，没再怕了，没有错了，没有错了，弟弟拍照咯。谢谢嘉阳的枫叶，好七七不加推吗？对啊对啊，当然啦、啊，加推加推，握手会的话平均是
七秒左右，七秒到十秒左右一个人。今天真可爱，你说狗狗吗？大家也要记得去那个流浪动物花园协会去按赞他们的 Facebook。因为那边还有很多不同的狗狗，就是健康的狗狗还没有被领养走，我希望他们可以快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有被爱的价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去帮忙他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他们，让需要就是家里有想要准备领养狗狗或猫猫的朋友们看到这些资讯，可以早点带他们回家。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去分享哦，就是分享这种事情是按一下就好的，所以就是请大家动动你们的手指，看动个手指也可以消耗一点热量，对不对？你看手指头都变瘦了，这样点一点就会变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分享哦，爱你们，拜托拜托。Hello 跳跳虎 ，Hello 走到飞，谢谢 NDD 送的枫叶。对啊，我当然求你们买啊，可是如果你们可以直接做捐款也是 OK 的啦。因为其实我自己看到这种就是动物协会出来的话，我都会看一下，就是我有时候会有看到有兴趣的商品，我就会买商品，不然我就会直接捐款。对啊，不然就是其实捐款的话，你只是少喝一杯饮料，可能50块、30块，就是有零钱就投进去。如果不然的话，就是你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个就是公益活动，还可以去什么便利商店啊，旁边会有一些捐款箱或者是发票箱，那些都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你就是愿意就是付出一点点的话，会有很多人受益，所以请大家要多多捧场，拜托拜托。谢谢阿巴的玫瑰，只是 Andy 多一个 D 啊，对啊，就叫 NDD 啊，比较可爱。那弟弟拍照了，咦我接受滴滴啊 ，Hello Lingo， 我接受滴滴啊 ，Hello 叶兰，晚上好，晚上好。大概要几张才会七分钟啊？数字六，一张七秒，60×7，九张是一分钟，要七分钟。9×9=28，93，94，啊，数学不好，56张，我数学超差，焦点都是猫，哎呦，猫咪也超可爱的哦。当时说，对，他们每个假日或他们都会有举办这样的活动，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当志工的话，也可以去跟他们报名。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这个公益活动，为这个社会充满就是布满了爱的种子。握手会秒数还是要看 staff 了，也是谢谢玉峰的阳光 ，Hello， 你今天有来，欢迎大家认养。我拍给会跑这些活动的同事，同事马上说带一只回家吧。我也很想带一只回家，可是不行，不知道情人节有没有机会开到我的生血。会吧，七七这些人气成员有七秒聊天的时间，公司算流行。我会让我们，因为现在也没有到，我觉得啦，我们还没有到非常的有名，但是很感谢，就是起步可以这么快。但是希望就是以后可以排很长很长很长，然后是时间还是不要拉太久，可能就是一种预约制吧，就跟寿司吃饭然后叫号一样，来一号有没有在这？二号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就可以去旁边，去不用等太久，那感觉也不错。63崩溃，数学63，我数学不好。Hello 浓眉 ，Hello 小黑羊，直接买71张比较快，太多，而且我。希望下次 CD 印多一点然后还可以就是谢谢土地公的黑白方格旗，就是现场也可以卖一些现场票。握手券要去哪里买才能多张？因为我们首张的话，首张 EP 是直接在那个专辑里面，我希望现场也可以有这种购票的吧。对啊，谢谢子萱分享直播间，谢谢。对，陈恩说欢迎大家当志工，一天在中山车站，一天是西门町。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没有相关的课，然后也有去当过志工，不过我觉得这里的志工也是这的规划比较完善，就是比较大型，因为我之前去的是比较小的，然后是真的是很多爱心妈妈，然后去路上就是接到那种救助的，然后他们直接把他们带回去自己的家里，然后请兽医帮他们做医疗的照护，那都是花那个爱心妈妈的钱跟大家民众捐款的钱，所以我看了就是 很感动，很开心，就是我 很开心，就是这些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照护，还有这些爱心妈妈们愿意拯救他们，不然就是以结扎 代替菩萨，这太好了，就是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一定常常看什么电影，什么第七天还是第七夜，我忘记了，就是那种很难过的。如果我们可以，就是让他们就是辛苦，直到他们这一代，然后开始转为幸福，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因为很多动物，太多动物没有家了。如果我们可以以领养代替购买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请大家多多的帮忙宣传，拜托拜托，我真的希望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家。七七像握手券，七七直接剪进花絮，吓死了！谢谢柔君分享直播间，马友今天也辛苦了。发现希望发现场的太多人出来后悔买太少，应该是吧？建议现场可以购专辑，也希望，所以希望现场可以做购买的动作。不过看之后吧，因为其实公司也没有预料到第一张会这么多人买吧。嗯，因为就是很多歌手开始出来都是先试水温啊，所以没想到我们会有这么好的成绩，我们自己也吓一跳，我们自己也想去买，你知道吗？可是买不到。然后更好笑的是，我妈叫我姐去买大概五六张吧，然后我姐呢，她就去那个唱片行说，不好意思，请问有 AKB48 TP 的专辑吗？然后店员跟她说卖完了，我姐说啊，怎么可能卖完这样？我姐也很震惊，我自己也很震惊呢。我也很想要自己去买，我也想自己买，好不好？可是买不到。对，对，就是中途之家，就是跟中途之家有点不一样。中途之家有点像寄宿而已，可是那些爱心妈妈是从他们还是就是有生病的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去做医疗照护的动作，就是不管打疫苗还是什么的，都是民众捐款跟他们自费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去留意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圈子的事情，希望大家多多帮忙。你也结扎了，傻眼，什么东西？家里还收藏了两张握手券，为什么？为什么留握手券？请问握手会现场会有可以买什么东西吗？可以呀、啊，应该都会摆我们的相关周边。握手会的名牌我应该怎么写？你们就带那种发箍啊，然后上面就写说你是谁这样，不错吧？现场可能要准备500张，被你买爆吗？五大排行榜第四。对啊，而且过了很久之后，我们还有在那个排名里面耶。之前一阵子我去看的时候 ，Hello 王小六，真的最重要不是真的不能弃养，就像你们不能放弃我们，我们也不会离开你们一样，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弃养，好吗？懂吗？谢谢日升的樱花，现在家里堆积乳酸七七要几张？不行不行。谢谢日升的樱花，赞赞赞。Hello Takayuki， 李萌麦卡贝那一天还遮脸，比较不习惯拍照吧？我想多一组 A B 盘，我这边有很多。对啊，中厨之家是不一样的。对啊。我的反应很写实，什么意思？实际上，成员没有一张纪念，有啊，我拿了一号，对，我有拿一号回去。Hello FB， 博客来还没发售前预购到不能预购了，真假的？家里的壁纸改贴 CD，
你说只用 CD 堆起来吗？那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弄个咖啡厅，我觉得应该蛮帅的。谢谢直环送的麦克风。你不然你们就这以后我们开咖啡厅好，我们就把我们的 CD 全部叠在墙面，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很帅？就是很多那种咖啡厅都会用这种方式，有些是用那个什么盒子、木盒啊，或者是画，我们就直接叠 CD， 超豪华叠 CD 这样，对吧、啊？以后货量要多一点啦，知不知道？有看到有人在填粮？对啊。哦，我们他们领养单，他们会经过一个程序，就是你会先填一下领养的问卷，然后他们工作人员会跟你咨询说你们家庭的状况什么什么之类的，等他们真的确定好之后，他们才能把宝贝交给你们。宝贝交给你们之后呢，还会做一些后续的追踪，然后等成犬之后呢，他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去跟你说要做结扎的部分，因为很多小朋友就是在可能六个月之前就会被领养走，可是宠物要六个月。大概六个月的时候才能做绝育的手术，因为年纪太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风险这样子，所以他们六个月之后呢就会打电话给你去跟你说要做这件事情。Hello 南野秀一，领养代替购买包括单身，怎么啦？哦、oh, 对啊，我很认真拍摄琪琪，要拍的瘦瘦的，上次现场有卖专辑但数量很少，对啊。可是这次经过这次的活动之后会知道下次要准备多一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要学过一次之后才会知道哪里要改进，所以每次都要开一些检讨会。求人厌养单身狗没关系，我也是，你我不孤单啊，在这条道路上。 Hello 萧小响，一定要推七七，不然我真的良心不安。为什么？谢谢志伟的樱花，真的我握手会后才拿到。谢谢 Ben 的枫叶，因为没有想到会这么多，那是黑胶也可以 啊，我们贴自己的专辑也不错啊，凑一面墙挺帅的。我现在装置艺术 ，Hello 龙哥，咖啡厅我免费捐赠 CD。是 AV 盘只有两张握手券吗？就是一张专辑里面会有一张握手券。你这一你放在 KB 泳装单吗？如果有泳装单的话，当然是我们可能只要看呢、欸，因为台湾跟日本的一些习俗跟一些民情可能不太一样。如果台湾要出泳装单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坎，就是需要。很多审核，因为台湾就是日本比较常拍这种泳装单，他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台湾还没有这样做过，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后续的效应吧，可能要再看看怎么讲给七七听。你要跟我偷偷私讯吗？不是家推七七，是七七一声推，你们很会讲话呢。对啊，台湾比较介意就是穿很少，或者是歌曲太过裸露的歌词，对对，像是 teacher， 你看他就是穿的还好，可是歌词比较那个的话，我就很怕被教育部找到，所以就这个可能也没办法唱这样，我觉得这段是你自己本身就知道，还是今天背的？你说哪一段？天天哪一段？谢谢变的枫叶。就是一张 CD 会有一张握手券，上次是这样子啦。对，我们之前拍这种流浪动物之家纪录片，哇，你有拍过，难怪你今天相机感觉很专业。谢谢跳跳虎的阳光，在台湾出泳装单还不会黑到爆？对啊，所以就是风俗民情的不同。谢谢卡莫里阳光，谢谢跳跳虎的阳光，晚上好啊，晚上好龙哥。所以。我觉得要有限制买多少张，我觉得看囤货量吧，就看我们手就是刷的量。Hello 子荒，然后可以签名这面墙是哪个粉丝捐的？哦，这不错，因为做滴滴真的厌烦了。不会啊，我觉得每个成员都有每个成员的优点，不会有一个怎么讲？有人就每个人都会有长处跟短处吧。所以其实你要去欣赏每一个成员的好处，你就会觉得这个团很美好。谢谢任的枫叶。
谢谢志伟的蓝色应援棒，谢谢不留的一万个赞。Hello， 美雪，晚上好啊。狗狗领养程序哦，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去的那个机构差不多是这样的领养程序，所以大概就有看一下。然后在活动前两天，我有收到一些就是那个叫什么相关资讯，所以有大概看一下他们大概是在做什么。然后那个流浪动物花园协会，他其实已经做了10年了，所以是非常久的一个公益团体，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到40几分了，对啊，好快哦。合照会，我很期待合照会。谢谢喵的樱花合照会，我觉得应该就是要摆一些很可爱的姿势，像爱心啊，或者是一些很呛的姿势啊。可是我觉得萌应该叫我做弟弟拍照这样。哎、欸，我最近想挤双下巴，但是我挤不出来了。前阵子还行，谢谢龙骑士的麦克风。我过年结束的时候还行，现在不行。啊。下次直接印777万张，太多了啦！你们买得完吗？谢谢任的枫叶 ，Hello 阿爸，欢迎你回来。要怎么样拿到我们的签名呢？我们会卖生写真，生写真也会有我们的签名。就是我们买4张会有侧拍，7张会可以抽纸笔，纸笔的话就上面会有我们的签名。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就参加节目，然后节目会就是会送一些礼物，上面也会有我们的签名，像 KKBOX 这个，我们这礼拜去的时候，我就有签一个我们 TTP 的购物袋，还有我们的年历。然后我们上那个明星键盘手的时候也有签名，所以我们上每个节目的时候可能会抽奖，我们都会签名。还有我们的专辑，有时候会有一些纸笔的小卡，里面也会有签名。谢谢北原神村的方格奇，谢谢喵的樱花，唯恐天下不乱。对啊，所以就谨慎做事吧，不好说，不好说。之前是直接去动物之家领养，程序会比较少一点，是吗？炫耀自己没有双下巴，对啊，我就是炫耀，怎样？我就只是皮美，都只剩皮了。哎、欸，我真的很想要脸长肉，可是我脸没办法长肉，我像到我妈，就是脸比较瘦的那一种，我想把它挤上来。谢谢龙骑士的翻白眼，这个白眼我可以接受，因为我太瘦，你们翻我白眼。可是我就是胖带腿啊，这个实在太困难。哎、欸，这个有点过分咯，8520，谢谢别人生在方格旗，直接丢我奶油是怎么回事？合照专辑肯定大卖，真的吗？不是，你的支持太多成员了，所以个人喜欢什么？啊，可恶，老张，我们有出购物袋，也有出护腕，然后还有出 T 恤跟毛巾。KK Bus 那个抽奖的，我跟你讲，那个袋子超级值，怎么超级值得的？因为我上面就是我们有写那个白色情人节快乐，然后我们在那个年历上面有画画，这是不是超级不错？哎、欸，世界唯一一个哎、欸、，Hello 文雄，旗袍合照会，浮夸哦。我们就是喜欢旗袍，对不对？你读影视科为了学好怎么拍偶像，茶眼，你就是学好怎么拍偶像吗？也很不错哎。如果你可以透过喜欢某一个艺人，然后去追随他，你不如学什么服装设计呀、啊，或者是你就希望可以变成他造型师，或者是你希望你可以把他拍得漂亮，你去学摄影，你希望可以把他剪的影片，就是把他上节目，然后。把他好的影片留下来，你就可以学到剪辑，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很不错哎，因为喜欢而有一个专长或兴趣，我觉得这样好棒。快问 Mina 怎么让脸变圆，我也想问啊，他只会叫我多吃坚果吧，然后已经影响到日常作息，身体不是很好，那你就早点休息吧，不要这么累。谢谢小俊的追踪，谢谢泡泡520的枫叶 ，Hello 玉豪。我帮你七打脸，打几下脸就会长肉了，没办法啊，打不出来啊。
谢谢嘉阳的 love you。欸，我的下巴其实也没有很好看，就比较方。我下巴这边竟然会有肉，欸，超诡异的，怎么找在做？动物丹感觉不错，欸，好可爱哦，喔。什么时候才会有下一张单？专辑没有那么快，单曲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请大家多多的等待，跟我们一起慢慢等，我会慢慢等。对，谁被抽到怎么知道？可以去他们的那个专页，对 ，Facebook 专页去那边看。谢谢紫黄的追踪，谢谢低送的樱花。对你说的都是我现在正在学的，哇，那你会很多哎，欸，这样很棒。哦，大家都是影视科吗？剪七七条面的不要了，喵！耳机讲也会剪，你也会剪，不要剪，不要剪。如果想医治好他，所以去读医学，这样是正常的吗？哎，这样也不错啊。医学院很难考哎，可是你不要说为了医治好他，然后就去学什么兽医之类的。这样你不是想医治人，应该是想医治动物吧？兽医也不错啊，现在比较多人养宠物。从不写网接追到变成现在这样了，这样很好哎，欸。Hello Hello， 卓毅安安打是脸变肿，脸消肿的话就没了，打会黑，打会红，会红会红会红。Hello Hello， 啊呜。Mina 都说七七欺负他，哪有？怎么可能？我当然一直欺负他，我只是一直消费他。Hello 月月，谢谢你分享直播间。Hello 大叔，嗯，浪客大叔，咦，有个浪客君，现在又有个浪客大叔。Hello Ray，Hello 阿菜，会通知吧？如果没上新府，就读大专来活动企划，哎，欸，也不错。心理辅导系还蛮厉害，谢谢阿乌的枫叶。心理辅导系，我之前很想要读什么家庭，就是社工或者是心理辅导系。可是谢谢阿乌的麦克风，可是我很怕我承受不了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所以我最后放弃了。谢谢博婷的枫叶，因为我很有时候一直在思考，我可能很容易被受影响，我会没办法做好我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思考了很久之后才继续读幼教相关的。看很多人可恶，又滑中了。看很多人剪七七的条片呢，不要剪，吃咸酥鸡。依然太过分了吧。可是我今天量体重又瘦了，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今天为了庆祝，我吃了一个红豆奶油红豆饼，红豆奶油饼，红奶双馅的红豆饼，反正就是有红豆有奶油，超开心！哎呦，真的超开心哎，我真的是开心的爆炸，呜，呜，好开心。兽医有分小动物，好像有分非犬猫，然后什么什么一堆的，很多很多分类。是霸凌，你哪是团七，差不多。Hello 九蛋，是说我又来分享我的头像了，我看看，你的头像这是怎么回事啊？很经典哦。对啊，我不能一直学 Mina， 这样一直消费 Mina， 不行不行。Hello 正胜 ，Mina 说七七很台，所以他现在在骂我，不会吧？我等下关台就去找他，那个坏家伙。Mina 说耳朵会痛，耳朵会痛，不行，我现在今天用太多喉咙了，有点不舒服。Hello 玉成，欢迎回来。改歌词时间，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为何七七你都那么可爱？傻眼，哎呀，哈兹卡西，现在连阿贝桑都用上耳朵会痛的梗了，对啊，很好笑。其实你有没有读幼保？哎，真的假的？不错啊，我们幼教就是需要这种有大爱的人，
而且小朋友拍照其实也蛮快乐，因为其实我去实习的时候，也就是一直帮忙帮小朋友拍照，然后做记录的那种人，哦，超可爱的，还会这样子，晴晴老师，你看我做的车车，我就好可爱，我就把你带回家，超可爱的。瘦了多少？我现在平均每个月都会瘦，因为我之前真的吃的太开心，过年吃太开心了，所以我现在一直掉下来。就是现在每个礼拜都会瘦个大概1公斤这样子。谢谢王宇追踪。车轮饼，对，车轮饼，车轮饼。听雨安安，谢谢紫云梦分享。Hello， 大叔。曼也是幼保，可是他好凶，对自己儿子不一样嘛。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怕年后要实习，好紧张啊！你是要实习什么部分？七七可以反击捏米娜的耳朵啊？不行，这个不是他的耳朵，那是他的腮，用这个呼吸。他有说他要穿那个有耳朵的外套才行，才能捏，那才是他的本体。谢谢不会有的巧克力。你也很喜欢拍照做记录，不错啊。要把那个被拍的人拍得好看一点，也可以帮他修一下图啦，我是这么觉得。警察先生就是他，什么四叶草 ，Hello Hello， 不知道学生会不会难对付，要看吧。谢谢嗷呜的枫叶，萝莉控，我不是，我是小朋友控，我只要看到小朋友跟动物就会受不了。Hello Ken， 可以大吃特吃，就只有今天可以。每个礼拜都会去幼儿园，不错耶，就跟他们相处，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常常可以治愈我的心。只是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啊，怎么天啊那么吵什么之类的，可是有时候看他们撒娇的时候就觉得哦，心都融化了，受不了。可以学 Mina 吗？ Mina 是在开播，你为什么不直接去看 Mina？ 一公斤也太多。对啊，现在是每周一公斤啊，可是很快就会有一个停滞期了。因为我最近真的吃的很少很少很少。Mina 在开播啊，可以去看国中老师啊。可是国中的孩子比较叛逆，因为他们开始有一些自我的意识的，所以就比较可能比较难管。对于国中国小的小孩，就是国中大概4年级左右，你就要开始跟他当朋友。就是如果去真的是当实习的那种的老师的话，你就先跟他当朋友，因为。当朋友比较好打入他们的圈子，可能就是他在吵的时候就这样子，不要这样，让我很难做人，快一点啦，我要上课，拜托啦，这样当朋友这招很有用。因为我之前去是寒假托不是托育，在寒假的那个是冬令营的时候，我就是先跟他们当朋友，不错不错，真的之后就是变得很和谐，因为第一天、第二天他们很闹、很吵，就不知道怎么教育他们，又没办法乖乖的上课，然后我就问那边的老师说，我要怎么才能让他们听我的话？然后他们就说，你要不能单凶他们，一定要跟他们打好关系，就先当朋友做起。我跟你讲，超有用的，你直接跟他们玩游戏，直接玩到爆，马上就 OK。Hello， 强森。你觉得我的头像是谁？你的头像是雨林吗？还是林杰？应该是林杰吧。我看到七七会受不了，为什么？看到动物受不了，小朋友控 FBI 要找上门，什么？应该不是我吧？是我吗？这是小叮当的枫叶。Hello， 飞碟。哦，飞镖，看错了，飞镖，飞镖不是飞碟。小朋友超可爱，对呀、啊，小朋友超可爱的。Mina 是谁 ？Mina 是潘之怡，她现在有开直播，你也可以去看哦。3岁以下才可爱，不一定啊，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任性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知道罗君对这个有感，为什么？国中没有四年级。哦，国小4年级啦，不是国中四年级，国小，可恶！飞镖今天不辛苦啊，很好玩，我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哪个不是用每天面对的老师啊？嗯，冬令营就不用每天面对。Pinky 安安，文学生，
我 Hello 自强，死给，七七看到握抱哥应该也是受不了，想把他握抱吗？都不想转台，太浮夸了。可以玩游戏吗？可以啊，不然就是你可以就是握手会的时候买多张一点，我们先打一场大老二这样，然后我做牌，先放个铁枝在这。不是林杰吗？就是我吗？真的假的？国中老师第一要是要就是要第一天上班就迟到，然后被开除了。嗯，为什么？好多人猜林杰，很像林杰啊。晴晴老师，我是小朋友，我觉得你不是。谢谢神秘的过客追踪我，我很可爱吗？谢谢。Hello 永红，我很任性，我觉得过了某个年纪就很可怕，哪个年纪？我太大口水了，也可以抽红包，大家要注意哦。家教好都很可爱，想当七七的学生，但不喜欢太吵的小，太少的小孩太吵，什么意思 ？Hello 黄鱼 ，Hello 玉本丸 ，Hello 自强，以后多参加，好哇、啊，红包来了，对，要注意哦。噔噔噔，我来看一下。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任性的时候，就是就算你长大了，你还有一些自己的坚持。我觉得这种坚持呢，就是任性，就是 Mina， 就像 Mina， 一定要过了整，就是一定要整点才睡觉，一定要整点才发文。可是很奇怪的是，他竟然说他只开一个半小时，这样是10:30，为什么不是整点的时候再关呢？去问他，快去问他，为什么不是整点？是不是很讨人厌？为什么呢？像小朋友2岁的时候，开始就会有一些自我的意识，然后开始发展一些生气跟任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的困扰的。然后他们语言的那个时候也是正在爆发，他会一直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对什么事情都很有好奇心。这个时候家长呢就会被吵得没完没了，就是恐怖的2岁。630张没有吧？我们打快一点，很快就结束了，好不好？握手，你看我们握手会可以比腕力，然后也可以打牌，是不是还不错？棒棒，好不？德全，欢迎工大回来。Hello， 吉米，琪琪老师。Hello， 段公子，不是可爱，是漂亮。我说琪琪，你说我吗？我说七七，你说漂亮，七七漂亮，七七漂亮，这样开一个半呢、啊，跟 Mina 一样。好哦，德全到处跑。Hello， 老沙，今天开到几点？今天1:30吧，跟 Mina 一样。哎呀，盘腿坐，腿麻了。找到 IG 就会有答案吗，柔君？那我等一下去找你 IG。今天还没有发今天的文章，因为我们刚在练习，所以就Mina 整点包含30分钟吗？没有吧，没有吧。那这样子10:10也算整点啊？真的要耐心对待啊！我爱要耐心对待。仔细寻找，考虑整点毕业，等之后，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会差不多同时间毕业吧，我觉得。玩麻将的话，这个真的要买很多张哦。这有点不行，而且要一次要凑满4个人，不然2个人很难打。我可以这样，我可以在直播平台大聊这件事情吗？不行吧？我不知道哪个阶段出了问题，有超多坚持的事情。你说不定是处女座。我握手会可以在七七面前吃红豆面包吗？如果 staff 让你带进来的话，我就让你吃，好不好？如果带不进来的话，就算了。
你可以场外吃给我看，他可能跟你说这边禁止饮食的。可是我两岁，我妹两岁的时候，每个问题我都要认真回答她。我们差十岁，对啊，两岁的时候就是好奇心非常重的时候，她就会什么一直问，这个是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这样，你就要跟她解释。所以两岁是一个语言爆发的时期。好吧 ，Hello 玉如，哎，时雨来了，今天到十点半，对啊，今天到十点半。Hello 塞巴斯，塞巴斯丁。还没回家，嗯，谢谢龙骑士的真情告白。Hello 大叔 ，Hello 阿志 ，Hello 小胖，揪团在我面前吃吗？谢谢老三的玫瑰，欢迎一凯回来，尖叫声，左边的朋友，直接开演唱会，谢谢谢谢多洛斯专属场控的追踪。七七毕业我就毕业，你确定？说不定有下一个七七呀、啊，玩狼人杀，那就来玩谁是卧底呀、啊，更久，因为大家好想那个词。双人麻将，我没有玩过双人麻将、欸，感觉很难懂。是处女座，但是不相信星座。可是你也说很多坚持的事情，处女座差不多啊，对不对？哇，谢谢诗雨的阳光。而且放在嘴里前，什么东西它咬我们就缩回去。你是在拿红豆面包逗我吗？母汤姆，哇，抢那个了。Hello 文琪，谢谢日升的澎湃灯。我读完研究所，不是晃到我的脚架了。我读完研究所，不知道七七会不会毕业，不知道哎、欸。看我对未来有没有憧憬看有没有找到在这个产业找到我适合的工作我也不确定。这两天七七台红包抢不到，没关系，我永远都抢不到。为什么后面有股？因为我不是在家。主播好近，对啊，大家在想办法把七七推到第一名。什么不会有第二个七七的，心里只有这个七七，真的吗？今天有去活动，但完全无法靠近七七，人墙太厚。有人说走开，你们走开，让我看七七，走开。谢谢默默分享直播间，谢谢 YJ 的追踪，去卖保险，说不定会卖得不错。谢谢项链的阳光。本来不吃红豆面包，现在两天吃一次。那你可以吃红豆车轮饼，也好吃。哦，衣服是娘娘的品牌，哎，被发现了。谢谢 YJ 的阳光。我没有打嗝，我刚没有打嗝，哎，因为我是一直讲话，我现在喉咙有点痛。今天很开心见到我，真的吗？开心，我见到你们也很开心啊。真的，如果真的有下一个七七，他不会像这个七七这么好让我当耳环，说不定他让你当脚链呢。你要说我有会传染绝症，那成群会走开，那我也不希望你要接近我，我也会怕，好不好？谢谢诗雨的阳光，说明他没事实保护我。谢谢龙骑士的为你守候，欢迎北极星回来，谢谢龙骑士的贵族玫瑰，欢迎手套回来。真的难抢，没关系，我也抢不到。谢谢项链的阳光 ，Hello 十二。鸡宝 ，Hello， 欢迎北极星回来，谢谢小叮当的阳光，谢谢项链的阳光。不会有这么博爱的七七吗？确定？就哎，不一定啊。谢谢 Mr. G， 谢谢虚名送的玫瑰。
啊，是甘霖，谢谢你送的玫瑰。吃包子的维尼 ，Hello， 想见七七，没关系，以后会有机会见面的。谢谢一凯的为你守候，可能会有，但不是。又被划掉了，可恶！谢谢文琪分享直播。为什么我点红包一直网络异常，气死我了！谢谢文琪的阳光，文琪的阳光，对不起。谢谢志伟偷偷喜欢你。我方防御塔正在被攻击。你要一直闪那个惊叹号，叮叮叮！谢谢志伟的。荧光棒，谢谢志伟的掌声鼓励，是因为要让我们抢完红包，真贴心。可是我每次都没有让你抢完红包，像昨天。我看一下，喜欢我的朋友可以追踪我的 IG YU7.714，也可以追踪我浪 life 的频道，直播平台，对，这里可以追踪这个。对，帮我累积一下人气，谢谢公大的新之冠。然后我的 IG 快要破万了，还差800多个人，好像有点多，但是希望这个月可能有点难，因为要月底了。但希望四月可以破一万，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或官方网站 AKB48TP 去追踪我们第一手的资讯，拜托拜托。追踪之后要记得开启贴文哦哦哦，追踪之后也要记得开启通知哦，这样我发文或者是开直播的时候你们才会发现，拜托拜托。Mina 这次有11包要开多久呢？我不知道。欢迎乐乐 ，Hello 杨杰，典藏 IG 典藏才会知道我的头像是谁，所以一定要典藏是不是？好，我日升辛苦了，加油哦！谢谢手套的阳光。我来看啊，又滑掉了，可恶！我想看那个留言，可是我觉得戴耳环比较好，因为比较靠近脸，耳机也很靠近脸啊。可是都已经追踪按赞了，怎么办？谢谢公大的香槟，耶、yeah ！喝一杯啊、哦，不是啦。谢谢云啊送的星之冠，也可以去买我的生写真啊，七张抽纸笔，太棒了！这地方好酷，什么？追踪追起来，七七的生写指定起来，对。谢谢飞镖送的掌声鼓励，谢谢草莓奖送的掌声鼓励，谢谢手套的阳光。Hello 品寒神推，七儿一人开一个粉丝，很快就能破万了。不行，我想要真的粉丝。Hello 西库，晚上好啊，思源。Hello 正明。Hello， 猫系身穿，从开播到现在 ，IG 多了两个人追踪。是哦，你们也太专注了吧！谢谢妙的蓝色应援棒，可以点歌吗？我今天没办法放歌，因为我旁边没有电脑。谢谢妙的应援棒，哇，超多，好多 bug。子涵更好，几乎天天在手上，不用我握手绢。你看你们喜欢什么咯，每个物品有每个物品的好。Hello 绿绿，升血买起来，对啊对啊，升血买起来，我希望可以第一名。谢谢土地公的为你守候。Hello 勇往直前，从9176到9178，多了两个人，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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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应征大学教授可以当七七，还好我已经读完大学了，不然我被你们当来得了。
Hello， 平平，手套也不用握手绢。什么了？耶、yeah, ，宇智波阳说他有买，要有没有指定旗包？有吗？每天有图表发片后追踪人数增加，超快的。对啊，而且常上节目，人家也会注意到我们，因为。就是我们的制服很显眼，制服太显眼了。谢谢平平的 love you， 谢谢。我有看到你画我，蛮很可爱，蛮可爱的。Hello， 雨翰，波婷，晚上好啊！谢谢老沙的阳光。排名自己统计出售量，什么 ？Hello， 亚麻路布 ，Hello， 伊娜，欢迎月月回来。Hello， 浪客君。刚有个浪客大叔吗？好像是。谢谢 Martin 的玫瑰。刚才请一个年轻妹妹坐一桌，但都不认识，要怎么搭讪？就问他兴趣啊，看有没有相同的兴趣。Hello， 谢谢让我们的阳光，谢谢。Hello， 新朋友。有时候就要当破冰小子，对。有时候初次见面就是要尬聊一下，尬聊很重要，要如何好好的尬聊，这是一个学问。谢谢大家今天大家来现场支持我们的活动，希望我们有真的帮到流浪动物花园协会。谢谢 Dan 的阳光，晚上好啊 ，Lolly 安安，谢谢工大的为你守候。Hello， 雅痞神探。撩妹要问小晴吧，我可能不太会撩啊。Hello， 新言。尴尬聊，今天天气不错。志伟，谢谢你为你守候。谢谢杨杰的新资管。是第一次看直播，七夕人家在给我骗，是不是该放点 BGM？ 哦，我现在没有那个电脑，所以没办法放。谢谢喵的 love you， 手，谢谢博翰的 love you。撩妹要问教主，对啊，撩妹要问小晴啊，不能问我，我不太会撩妹。对，七夕会不会把撩自己的方法说出来？很难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要怎么撩，对自己很不了解。七七抱狗狗那一幕太赞了，真的吗？你第一次看台，你给我骗，你那个臭发夹。据点情，差不多。小晴撩我的时候，我就好哦，这样。谢谢手套的阳光。下周开始。站导护哦，梁杰要站导护哎，辛苦了，谢谢易凯为你守候，倒数十二分钟，对啊，今天第一次我没骗你，没有啊，你常来啊，你给我骗，谢谢日升的阳光，哎呦滑上去了，这里。谢谢 Mr. G 送的阳光，谢谢一凯送的为你守候。Hello 黑哥 ，Hello 沉默，谢谢 Kuni 的为你守候。小晴会模仿跟撩妹，对啊，小晴模仿厉害，每个人撩你一句你就会了。我们刚刚先被反爆吧。Hello 黑人牙膏，谢谢日升的阳光。Hello 刘宇，撩妹真的要问教主。你只会撩天使，例如七七这种天使，傻眼。电量1%撑了超过10分钟，迟迟不肯去充电，你去充电啊？为什么？是还没有回家吗？哎呦！问教主也没有，因为他都撩不到我，差不多了。有时候啦。其实我很少被撩到，不知道怎么，心里特别平静。可能他不是我的菜吧。
天蝎龙骑士的捕梦王，对啊，因为之前收入的时候也不能放音乐。晚上好啊，江左，今天的第一次，你傻眼，原来是这个意思，今天的第一次。第一次看直播是吗？博翰，等一下直播完还要练习吗？没有没有，你结束了。谢谢志伟的 love you， 谢谢手耳环的 love you， 本人真的很好看，真的吗？嘉璇，害羞哎，哈兹卡西，谢谢日升的 love you， 今天第一次进台。静态，对呀、啊，晚上好啊！谢谢小叮当的掌声鼓励，谢谢跳跳虎的为你守候。可能我看多七七的菜是什么呢？我喜欢吃水莲，也喜欢吃高丽菜，空心菜我也喜欢。谢谢家养的樱花，谢谢鸭皮神态的掌声鼓励，而且我都喜欢吃辣辣的。谢谢启君的枫叶，谢谢嘉阳的樱花，谢谢雅痞神态的掌声鼓励。哦，有两个博翰，有好多博翰。Hello GB， 谢谢跳跳虎的为你守候。晚上好哇、啊，各位晚上好。Hello 阿仔，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度过快乐的一天。羊肉炒空心菜听起来很赞耶，时间过好快，我会记得念排名的。谢谢高桥城送的星之怪，谢谢南野秀一的阳光，谢谢喵的 love you， 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很快乐。我今天过得好快乐，好喜欢，好想一直待在幼犬区哦，好想一直待在狗狗区哦，太棒了，好美好！我抱那个四叶草，哦，抱一下，结果就被叫去集合了，好可爱哟、哦，受不了！谢谢喵的 love you， 好喜欢狗狗。你不喜欢菜，只喜欢肉，所以你特别喜欢肉肉。我知道。晚上好啊，小布丁。Hello 阿红 ，Hello 紫空，想抱猫，猫咪比较没办法抱了。有猫咪啊，在最左边，只是因为猫咪对户外的环境会比较陌生，所以就没有请它出来了。还被咬头发，对啊，直接吃好吃满。谢谢小布丁的阳光，可是很可爱，我喜欢。好想一直待在我的台，为什么？为什么嘞？后面狗狗还睡成一团，玩累了吧？想拍猫的屁股，猫咪拍屁股，屁股会翘高高，超可爱的。哎、欸，余威，小甜宝伤心。太多只了，没办法，每个都顾到，好多事情要做。可以被琪琪抱的猫，你举手是不是？傻眼，有一只在睡，旁边有两只一直闹它。高丽菜，只有我懂你。卡宝超可爱，对，叫卡宝。哎，飞宝不是卡宝，哎呀，我在念什么？飞宝了，飞宝。还有那个啊，甘吉吗？谢谢博翰的玫瑰。Hello， 悠悠。Hello 绿绿 ，Hello 小西，晚上 Hello 小西瓜，是小西瓜不是小西 ，Hello Hello， 谢谢小布丁的枫叶 ，Hello Andy 大大，琪琪跟天使一样美丽，你们很会说话哎、啊，天哪，我想剪短，我想剪这么短，只是中长发，谢谢萌的真情告白。剪到这里，剪到这里，这个长度吧。
不知道好不好看。再说，谢谢跳跳虎的阳光，红包抢起来！想留在七七台，因为七七能量还没满。这么缺吗？下礼拜会开啊，感觉更有气质，这长度有点赞哎，是吗？我好想要剪哦，剪短发比较年轻吧。问题是我其实我下面的头发，因为一直做造型，其实下面头发已经枯萎了，也想要把它修掉。我其实已经修了两公分，可是我觉得还不够多，应该都要剪掉。你看多分叉了，你看这好大啊，这里。哦，谢谢萌送的永恒的守护，守护永恒的爱，第一集对不对？这个我知道。谢谢阿当的为你守候，谢谢龙骑士的黑白方格旗。你们看，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哎、欸，就是这样子，这边还会有一个，这样，就是有点糟糕，我就很想要修掉，可是还没办法去，对，要等定造型的时候。谢谢 GB 的星之怪。对啊，分叉了，就是想要去剪掉了，可是要看，哎，你看这个超大的，你们看，呜，拔掉，又念错，五十收那根头发，傻眼。Hello 小白，谢谢 GB 的枫叶，头发有白点吗？有啊，有一些有，什么时候定造型我们也不知道哎，可是我希望我下次可以剪短了，我是希望了，可是不知道。好明显，对啊，要等到那个时候，你出100，现在怎样？任务极限的为你守候，加剪法没有，只要不要差太多就 OK。只是因为我是想剪啊，只是要等公司，所以我会慢慢的。Hello Jack。能否先微调呢？应该还没办法啦，因为好像会集体一起变造型的样子呢。我会慢慢等。你看，好多分叉，我不知道怎么办。欸，现在是要喊价吗？母汤哦，你们收不到头发的啦。别闹啦。谢谢喵的枫叶，傻眼，你们好怪哦，你们好怪哦，八万一，你们好怪，笑死！我希望我可以如愿剪头发，谢谢 NDD 送的枫叶，看连萌都说你们怪，剪到这里。这里，叮叮，不知道可不可以拿你的 DNA 去复制？傻眼，你们好怪哦！短发控胜利，大家都想要剪短发，我觉得大家都想要来点不一样的。而且其实夏天也蛮热的哎，对不对？之后就要夏天了，就想要剪短一点。然后这个长度也是可以绑的那种长度，觉得美迈。虽然比较喜欢长发，但觉得这个蛮适合的。这个也没有到短啊，就是一种中长吧，我觉得中长吧。因为它其实就在锁骨这个地方，马尾如何呢？马尾也不错，可是马尾的造型感觉有点单调，我还是比较想要弄卷吧。把头发剪短，再做个内卷。哦，对啊，我之前其实有这样过。现在除了写信让七七吃红豆面包外，还要让七七剪头发。你还忘记还有芝麻牛奶。复制 DNA 也不是独一无二的雨晴。我不适合像彩姐一样那么短啦，我不太适合这么短的。长短都好看，真的吗？三马尾是哪一招？今天几乎没跟雨晴互动，一开始被狗龙挡在后面顾八岁。谢谢草莓讲的看好你哟，看雨林也不错啊，雨林也很卡哇伊。
已经29分嘞，我要来念排名了。谢谢草莓奖的玫瑰，谢谢小叮当的礼物的早安抱抱，谢谢手套的枫叶。30分了，我要念排名了。Yes， 好，第十名是不入流，第九名是紫花，哎呦，点到了。第八名是自为，好，第七名是喵，第六名是草莓酱，第五名是嗷呜，第四名是龙骑士，耶。第三名是怕爆520，第二名是公大，第一名是萌，耶比。谢谢英娜送的黑白方格旗，谢谢 Jack 的为你守候，谢谢不入流的掌声鼓励，给你一个掌声，耶！所以最后再介绍一次，大家好，我是 AKB48 TTP 的刘雨清，也可以叫我七七，可以去我的 IG YU7.714去追踪，也可以追踪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或是官方网站，上面都会有我们最新的第一手资讯。我们在去年12月25号的时候已经发行了第一张单曲《勇往直前》，还有《樱花瓣》，然后也可以去 YouTube 去看我们的 MV。我们官方网站呢已经开始售，就是预购我们的植树节的生写真喽。最后预购的时间是3月29号晚上的6点，所以4包可以有一张侧拍，7包就可以抽纸笔咯，所以请大家多多去购买，要记得买我的，拜托拜托，希望我这次可以第一名，希望啦，不行也没关系啦，呵呵呵，有时候事情不能强求，但也是希望，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4月20号有 Superband 的演唱会，已经开始售票了。这是我们第一场的售票演唱会，会跟很多厉害的乐团一起表演，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哟。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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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紫环的拜拜，已经买3包了，拜托拜托，多买一点喽。这两个礼拜都不能上线，辛苦了。没关系，两个礼拜后我还是会开直播，希望我之后我们会越来越好，钱钱进得来 ，TTP 发大财耶，七七发大财耶，噔噔，大学面试哦，这个比较重要，记得去面试，以后还是会有演唱会，这个面试比较重要。噔噔噔噔噔，砰！给你钱快拿，直接汇到我账户。开玩笑的啦，好啦，我要开直播啦。晚安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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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 IG 也要破万，差800多个人，多多帮我宣传。拜拜拜拜拜拜，改天见。拜拜。